如何套路女朋友陪自己去电竞酒店？今晚我们出去住吧。出去住？干嘛有家出去住啊？哎，我这不是在讲平淡的生活中增加一点小乐趣吗？你什么时候这么会了？哎呀，你就说去不去吧。去啊，当然去啊，难得你这么主动。那不是，我不要这个。干嘛？给钱啊！不给钱怎么住？你邀请我，还要我给钱？如果要给钱，那从你零花钱里面扣。行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你好，先生，这是你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撒手，嫂子，你干嘛？咱们之间不能这样，嫂子，我只是答应我哥出来陪你逛个街，你这牵上手了，不好吧？你这是嫌弃我的意思吗？嫂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净说这种虎狼之词。不是，嫂子，那个我们保持点距离。这对，这么多人呢、啊，你干嘛呢？不，嫂子，我们保持点距离。我只是，要是我哥知道了，那不得扒我一层皮呀、啊？咱们还是保持点距离。万一有熟人看到了怎么办？我就不，没事，你带我出来。你现在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待会你闭上眼睛，我带你进去吧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浪漫了、啊？哎，这不都为了你嘛！但是你要答应我，好不容易浪漫一次，就算不喜欢也不能生气。OK， 我答应你，不生气。Later， 睁眼，当当当当，这个就是你说的浪漫？咱们说好了，不生气的啊。好，我不生气。那咱们赶紧开机上号。你对。